以鲁玛起肤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突破科技亲和配方，以全新领先科技开创亲和配方，其中突破性的 SN2PA 脂肪分子结构，亲和宝宝让关键营养更好吸收，充分运用，帮宝宝多元成长，天赋尽现。现在让我们立即探索亲和配方的关键营养素是如何帮助宝宝多元成长。起肤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含有独特成分 SN2PA， 它的脂肪结构不同于一般奶粉，较接近宝宝天然营养所需，进而帮助关键营养素的吸收。一般奶粉的棕榈酸主要位于 SN1 及 SN3 的位置，而起肤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的棕榈酸主要位于 SN2 的位置。一般奶粉的脂肪结构在进入肠道细胞前，大多数 SN1 及 SN3 位置的棕榈酸会被解离，形成游离的棕榈酸。这时候，游离的棕榈酸很可能会与钙结合，形成钙皂，排出来的便便就较硬。起肤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的脂肪结构，因棕榈酸大多位在 SN2 位置，可让宝宝便便较松软，排便更顺畅咯。同时，起肤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也提供均衡营养组合，对宝宝成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适量摄取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只可满足宝宝营养需求，也能帮助宝宝的自然成长。除了重要的营养组合，起肤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也含40余种重要营养成分，满足宝宝多元成长所需，如天然膳食纤维、阿法蛋白、植物性来源 DHA 及 AA、天然来源叶黄素，都在宝宝的健康成长上扮演重要角色。起肤三，开启幼儿成长配方奶粉新纪元。用亲和自然的理念和营养，帮宝宝的自然成长充分释放自然天赋。以鲁玛起肤三，亲和自然，起赋未来。